乐迪来了，看我发现了什么，居然是大颗粒积木，五颜六色的，非常漂亮，边角也很圆润光滑。嗯，我们一起来拼搭积木吧。首先来个简单的，是一大颗的草莓。嗯，这会是什么呢？哦，是小兔子最喜欢的胡萝卜。是雪糕呢，五颜六色的。小二也来了，我喜欢可爱的小动物，一起来试着拼搭。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大象，有长长的鼻子和牙齿。哇，这是什么动物？是可以在水里游来游去的小鱼。哇，是凶猛的鳄鱼。是超级飞侠多多来了，他会用积木拼搭什么呢？首先就是最简单的两块积木可以拼搭成的帆船，可以在水面行驶。这是一架运输机。一艘宇宙飞船就拼好了，快来一起试一试，你还可以用这些积木拼搭出什么不一样的造型呢？